今天这一集呢，就让我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前阵子在社群媒体非常火红的，就是这一台雨在环发期间，从今天大家看到影片开始到这礼拜天，只要输入我们的折扣码就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这支影片呢将会抽出我们头上所戴的这个 Rudy Project 渔夫帽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演讲员梁哲瑞。这一集真的是太令人兴奋了，你们应该已经看到画面里这台车了吧？今天这一集呢，就让我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前阵子在社群媒体非常火红的，就是这一台美利达所推出的珍珠限定特仕版本，即将在环发赛场中亮相。这次原厂是推出纯车架的版本，究竟今年有什么亮点？就让我来好好跟大家一一介绍。那我眼前这台呢，就是这一次在巴林胜利车队所推出的特别环发涂装当中，是属于瑞克多的车系。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瑞克多的开箱呢，记得点选这边的资讯连接。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在瑞克多有什么厉害的地方。那我们先从车架座管这个地方看起，毕竟这台车是巴林胜利车队，所以队上的 logo 一定是不可少的。所以这台车整体的组成配色呢，就是由珍珠白，还有往下看这边有一个蓝绿色的 B 的 logo， 也是巴林胜利车队的一个标志符号。那除了这两个配色之外呢，往后往下看也可以看到这个白金色的，也就是这次所有标志符号所搭载的这个金色美利达的字样。那其实这整体的车色啊，如果我们拉远一点点看，它就由珍珠白、金色还有这个蓝绿色所组成。那我也来稍微科普一下这次配色的一些小故事好了。那其实巴林胜利车队啊，当然就是隶属于巴林这个国家。那这个国家大家对于它的印象，因为它是中东国家，所以或许都会认为它就是一个石油跟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，所以你知道 rich 有钱的。那因为它是四面环海的国家，所以它的水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，所以除了大家知道的石油跟天然气之外，其实他们的珍珠产业是非常非常有名，也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除了石油之外更有钱的一个原因。所以它这次环发限定的整体配色呢，除了原本沿用了之前的蓝绿色这个水资源丰富的颜色之外，这次的整体的涂装看起来也非常不一样，因为它直接是采用了珍珠白的主体配色，那搭配了你知道珍珠照到光，照到阳光之后会有这种金光闪闪的感觉呈现在美利达 logo 上，所以整体的这个色系
系呢，跟以往大家对于八零胜利车队可能是红色，可能是橘色这样的既定印象，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。那除了刚刚看到的车子之外，我们这次尽可能的要还原跟实际环发选手穿的一模一样。但不好意思啦，因为车衣还在那个运送途中，法国很远还寄不到，所以我们现在先穿自己车队版衣服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尽可能要跟上选手，所以我们安全帽跟眼镜其实都是戴跟目前环发选手所佩戴是同款。就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我们这都是所戴 Rudy Projects。那我的安全帽呢是 Eagles， 那天龙绿组这一顶有没有看到是 Neutron？ 那除了这个安全帽之外，我们的墨镜也是不太一样的，可以转过来。我的墨镜呢是戴的这个 Defender 系列，那看得出来这个有变色片吗？这个其实已经是变黑版本。那像 Tim Fondito 这个是剪断线 Cut Line， 整个是非常的流线，而且不止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你待下来，它还可以有四种变换类型，除了我们刚戴的方式，它可以把这个边条都拆掉，变成四种形态的墨镜来使用。其实是六种。哦，六种吗？哇，最重要的是要跟大家讲，这个 Rudy Project 在台湾平常是不打折的，但我们这次特别跟他争取，在环发期间，从今天大家看到影片开始到这礼拜天，只要输入我们的折扣码，就可以享有九折的优惠。所以如果大家没有买到车，没有买到车衣，没关系，你现在还可以透过墨镜还有安全帽来更贴近选手的这个装备等级，赶紧点选下方资讯栏连结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这支影片呢将会抽出我们头上所戴的这个 Rudy Project 渔夫帽，大家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“八零胜利车队加油”，就可以有这样的抽奖机会。我们会抽出两位幸运儿，可以获得白色或黑色的渔夫帽。那重点是，除了 YouTube 影片之外，我们在泽瑞 Jury 的粉丝专页也会同样抽出两顶来送给大家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这边结束啊！大家记得，如果想要变得像冯迪索一样专业的话，赶紧点选下方资讯栏接。我是你教练周瑞，我是冯迪索。如果喜欢我们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记得环发比赛还有两周的时间，记得持续锁定，帮八零胜利队加油！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